选择台中来办理今年2021年的商业车博览会。那我们知道，这是第三届，第一届在台中啊，在我们世贸中心。那第二届在高雄，那今年第三届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台中国际会展中心。除了表示欢迎之外，也要跟主办单位报告，你们这个真是很明智的选择啊，因为我们台中啊，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尤其它有地利之便。南来北往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尤其现在有高铁一日生活圈，好，大概就是以台中为主。希望未来每一届都应该要慎重的考虑在台中来举办，我想这个对大家都方便，而且，除了地利交通之便以外，我们台中有这个会展中心，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展览，我们也搭配。有8项论坛跟特色，我想我也愿意跟大家来分享，包括新能源的应用、氢能、这个电动车、新能源，包括智慧运输、车联网、冷链、物流。我们公路总局还特别安排大客车运用 ADAS 来提升安全的示范，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厂商拿出最好的产品，也很多零组件的厂商共襄盛举。是商业车年度的喜事，2021商业车博览会。我们从3年前开始创办了这个展会，就是希望能够让好的展品、好的科技可以有一个平台，让大家了解运输业，它不是只要修个短袜，它其实它更期待的是好的科技来辅助，或者是更好的效能。就像各位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哇，原来这个展会跟所有的车展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商业车它不是只有车，它还有车体，它还有科技，它还有车载系统。我们因为这样的心态，4年来举办了3届，初衷并没有变，但是却必须跟整个商业车比较封闭的行销模式来做抗衡，其实是非常辛苦的。但是我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全国上下的运输工会联手来力挺，让我们从第一届开始就有20个以上的全国运输工会来作为我们的后盾，让我们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往前。商业车博览会的年度盛事能够顺利圆满成功，连续4天的活动的展期，邀请全国的民众一起热情的参与。